他们都劝我说，我们俩在一起，会成为对方的软肋，我们有的是共同的敌人霍建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对方的铠甲。谢依，明天你还是离开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霍建吗？我跟霍建的关系，不仅仅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还跟我爸的死有关系。后来，我就一直都在暗中调查，我爸去世的时候，所有可能接触过的人，我都调查。我听明浩哥都说了。是啊。几乎所有人都查了，可是都没有证据，唯独一个人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。是谁啊？一个叫做刘阿伟的蜘蛛人。根据当时的排班报告，我父亲去世那天，他正好在大楼外面清洁玻璃。可那天之后，他很快就辞职，消失不见了，所以我怀疑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，或者是掌握了什么秘密才消失的。霍建也一直都在找这个人，这更说明了他的心虚和恐惧。那现在找到他了吗？英松一直都在找这个人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。阿言，我陪你一起找，好不好？只有找到他，我们才有可能定霍建的罪。谢依，霍建这个人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你完全想象不到。一旦被他知道我在找蜘蛛人，把他逼急了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是因为担心这个，所以才让我离开的吗？他们都劝我说，我们俩在一起，会成为对方的软肋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秘密了。我们有的是共同的敌人霍建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对方的铠甲。阿言，我不想躲在你身后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